恭喜！
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。各位先生新年好。哦，恭喜恭喜。秘书长，新年好！点传师，新年好！各位前贤，新年好！各位前贤，新年好！嗯。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哦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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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乾坤分开啊！啊，乾坤分开，乾坤分开，乾坤分开。Thank you.
鲜花，嗯，鲜花。鲜花共舞一次，鲜花共舞，鲜花共舞一次啊！哦，恭喜恭喜！哦，共花共花呀，共花，啊，共花。还有64块九十线，七十真的。那越南道亲呢？越南道亲，越南人，越南道亲，越南道亲。哦，越南道亲，越南人来求道，来义和圣堂。越南人啊。越南人，越南人啊，哦，越南道歉，供花供花，啊，供花供花啊，祈祷祈祷。随缘故事，随缘随缘。供花供花，哦，和越南人来供花供花，越南人供花，啊，嗯哼哼，哦，在楼下，在地下室那边。
一人人都来求道，求道。哦，好，一人人都来求道。哎，红毯拜拜，结善缘。哇，好好好。呵呵呵。哇。哦。你好，你好，马讲师优秀，马讲师优秀，哦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怎么这么大了，长这么高了，嘿，真好，真好，哦 ，nice to see you， 啊 ，you are very happy and good， 嘿嘿，哎，很好喜 ，and happy and good， 嘿，啊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啊 ，welcome，welcome， 啊，马讲师。印度道亲，哈哈，印度道亲，你看，小孩子长大了，印度道亲啊，那先生在成功大学，在成功大学，优秀，马讲师带来了。愿人道亲，啊，点传师优秀，好，点传师优秀，点传师优秀，啊，那教会拜礼，优秀，周一几公来参加去回。要走到出家哦，很多越南，好多越南人呢，越南人呢，刚刚还看到印度人。
看八卦，乾兑离震，巽坎艮坤，哦，那个顺序走半边，逆时针，乾兑离震右半边顺时针，巽坎艮坤，哦，周文，周文王先天，啊，戊戌是，戊戌是先天八卦，周文王的后天八卦，哦，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还可以在网络上去研究。六十四太祖师相，神元三庄女儿圣堂。大成至圣先师文先王文先王。至圣先师文先王，文先王，言语圣人，曾子宗圣，祖宗的宗，宗圣，
正华演唱呢，独奏唱，因为2023年一在 YouTube 影片看到善歌道歌慈莲菩萨慈，是受持的慈，修持的慈，莲花的莲，慈莲菩萨圣训，有提到正华常演，正华常演要名师指点才知道哦，眼睛是灵魂之窗啊，正华常演，所以正华演唱应该读作唱，不是藏哦，因为有的法师念作藏，所以现在定正华演唱读作唱。参考慈莲菩萨，慈莲菩萨的圣训，正法常演，常演嘛，所以正法演唱，到歌唱出来的声音就是正法常演，正法常演，到歌善歌叫做无上殊胜，网络搜寻无上殊胜，歌词里面就有正法常演，所以应该是根据这个正法演唱，所以应该念作唱正法演唱。正华演唱，正华演唱，念作长啊长，内涵妙心实相无相，无微妙法门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佛佛会加设。正华演唱啊，正华演唱，佛祖弥陀如来。道统名师像，从胡须寺一直到那个张天南名师孙师母，70尊祖师的像，还有家释迦牟尼佛像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很庄严，很庄严。神岩山庄一儿圣堂。14代道统名师像，这个八卦是先天八卦，左半边逆是逆时针，前对离震，右半边顺时针，巽坎艮坤，上乾下坤，天地相对啊。左上边对为震，右下边艮木往为伤。正阳影，来正威里，正威里，更入我们的日山，更入我们的日山，正阳影为里啊，正阳影为里，更入我们的日山。我们以中间为准啊，向外看，那所以是上巽下坤，离中心正阳影，那。对上缺了，对上缺，左上角那个是对上缺，右上方一点钟方向呢，巽下坤，巽坎艮坤，艮入我们，以中心中央为中心来看。这是先天八卦，左半边逆时针，前对离震，右半边顺时针，巽坎艮坤，左半边逆时针，前对离震，右半边顺时针，巽坎艮坤。胡须是先天八卦，胡须是先天八卦，胡须是先天八卦，胡须化八卦。道统祖师第一站。
Yeah.
写的墨宝呢，你看毛笔字的先皇写的墨宝呢，要盖这个立和盛唐字。哦，这初期赠送的呢，诚心啊，诚心啊，有诚心才能盛唐大业成功啊。那个字是小篆，小篆。仙罗，仙罗写的字呢？长生，活佛世尊写的字，济公活佛世尊写的字，长生，恭请二，恭请恭请。正中央开始，明明上帝，然后右边算了第二行，无量清虚，左边倒数第二行，至尊至圣，然后右边第一行，三界十方，最左边万灵真宰，正中央，然后来右边，来左边，然后来右边，然后最左边。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，我们佛性的老母亲，佛龛的字是正中央开始，然后右边左边右边左边，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，然后佛像中正中弥勒祖师像，弥勒佛的形象，然后右边观世音菩萨像，也有什么背后菩萨像，看来好像是观世音菩萨像，左边是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像，弥勒祖师啊，观世音菩萨还有济公活佛，也有说背后菩萨济公活佛。忘记人欲行天道，那应该还有个孔子，在另一半的背后放一些孔孟圣道。我们自自上先师为先，孔传心法成自圣，孔传心法成自圣。然后另外一块匾是忘记人欲。行天道，哦，孟子的记仁义，行天道。老佛子，以前的顶传师，你看，在周茂秋顶传师是现在周前有一个部，有所有所，哦，用毛笔字写《心经》啊，要修一下。哦，变平原了，临时佛堂。变成平原了，嗯，以前临时佛堂，先有临时佛堂，然后盖就这一栋大楼，立而上堂大楼。然后你看，中华民国111年底把它整理的，现在112年1月份，1月22号农历大年初一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变成那个平原了，种韩国草。义和圣堂东边的本来是临时佛堂，80年代就成立临时佛堂，然后盖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义和圣堂大楼，91年落成片，现在112年1月，他那可能111年下半年整理的，拆掉那个旧的临时佛堂，80多年建的临时佛堂，然后铺上韩国草，变成庭园了。种那个树，蛮薄的，漂亮的。本来是桃花心木，很高的，现在这样子，哦，比较清爽，空旷清爽，可以
散步的话，打太极拳啊，活动的地方啊，好棒好棒哦！这边就是佛堂。哦，正殿也算正殿，是正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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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堂院正殿。注意到天气很好，那很多人来拜年了。那我们64代祖师像接佛一事。哦，还有越南人，很多越南人可能来工厂，来台湾找工作，工作了在工厂上班，都来求道来献花供。91年的义和圣堂落成典礼，好美好美哦！这次就是哦，好棒！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哦，可以这么亮。哦，好啊，照顾得这么好啊，好亮好亮，好好看啊！哦，好好好，哦，好棒好棒啊，好亮好亮，好好看啊，好美好美啊，好棒啊，好棒哦、啊！神元山庄义和圣堂，农历大年初一哦。
遍尝大名三天出考，遍尝大名正殿方殿，东边是正殿元帅。尊老大人，苍天老师的儿子，次子跟长子，慈心莲呐，弥勒体，慈心体弥勒，慈心体弥勒莲，菩提心道亲，捐款兴建的呢，宋唐骆成于民国91年。龙马龙神龟呢，半米粗呢，哦，九龙半米粗。九龙半米粗呢，龙兄九子各有点心。三月三九日游圣堂，要多少人来帮忙整理呢？还有这么庄严，神龟啊，神龟成瑞，河图洛书啊，龙马护身图啊，神龟护书啊。洛书，洛书，背部上有点，那个叫神龟护书。东边那个是龙马护图，那个叫真河图洛书。学易经就知道了，学易经就知道了。龟玄武呢，老马跟玄武玄龟跟河图洛书有关。哦，你看，哦，慈心体弥勒莲，哦，好高，哦，好高没子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哦，哦，嘿嘿。优秀优秀啊，哦，这都很美，哦，这花也都好美哦，这哇，哦，这花好美好美，要细心的感受那个美好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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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受美好啊！哦，哦，好棒哦！哦，好棒哦！哦，好棒！偏偏的，偏有这个空间呢，好像啊，还有种龙柏呢。以前的桃花心木好高，啊，比较阴暗，现在这样比较亮了。哦，好棒哦，在平原有那种可以散步啊、打圈啊、哦、欣赏啊、舒爽的感觉。哦，这边，嗯，好，嗯，慈心殿。
他变也是我赶快就变平民了，哦，放放，啊，这样变好样了，嗯，先记。